为了解决 WiFi 传输的距离限制， Linksys 推出一款 RE6700 双频 AC1200 无线信号强化装置，支援最新 WiFi AC 传输制式，机面还提供一个 13A 的英规插口，这样就不需要占用插槽的空间。Linksys RE6700 WiFi Range Extender 采用全白色简约的一体化设计，两边备有可调整方向的信号天线，基底就设有一个 Gigabit LAN 接口，还特别加入一个 Audio Jack， 可以透过 3.5mm 音源线连接家里的影音设备，支援 Music Streaming 功能。同时为了避免占据电源插座，机面提供一组英规的 13A 插口，用家就可以在 RE6700 上面再插上其他的电器用品。 RE6700 支援 802.11A、B、G、N 和 AC 制式， AC 制式最高的传输速率可以达到 867Mbps， 还支援 2.4GHz 和 5GHz 双频网络。为令入门用家也可以轻易上手， RE6700 提供简易的设定方式，只需要根据 Linksys 的设定精灵步骤就可以轻松完成。 RE6700 还特别加入了 Spot Finder 技术，方便用家在所有设定之前预先清楚知道 RE6700 是否设置在适当的位置。 Spot Finder 会通知用家的距离会不会太近或者太远，如果显示正好，即代表这个位置最适合摆放 RE6700， 可以提供最有效率的 WiFi 信号扩展。当选定最适合的距离之后，用家就可以自行设定 SSID， 还提供 WEP、WPA 和 WPA2 等安全模式，加强网络的安全程度。